我是乐比泰卡带来一点山货，塔米农友。掌声欢迎黄伟杰，谢谢欢迎。我比乡亲朋友泰卡好，对国乡民龙哈，来一片哈，关系我大概一年会来两三次啦，有好朋友都在这边，好，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这个东安古桥，再度跟大家在这里有一个相聚。 那我先带来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拔，拔就是拔东西的拔，拔萝卜的拔。这首歌呢，其实就在讲说这一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朋友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工作要忙碌或者课业，忙了一整天朋友今天要结束了你还好吗？或许你也累了，那就顺着这个。 歌声，顺着这个音乐的牵引，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一下，放缓一下，大概是在讲这样的一首歌，然后中间穿插了一段那个传统的客家山歌，大家听看看，棒。
然反思，谢谢我们关系好朋友哈，客家的那个关系的客家乡亲非常的热情。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首歌叫做阿公阿婆，其实在描述的就是一首在我们田野的生活里面，田园的生活里面的一些小趣味，包含呢有一天呢阿公他打算要到河边钓鱼，然后信心满满很神气的封神很封神很神气的要出门，很有信心。那阿婆看到他那么有信心，想说晚上有鱼汤可以喝，他就在家里应该煮水，想不到这个运气不好，在河边怎么钓都钓不到鱼，钓不到鱼呢还被就算了，还被路边在观看的人取笑，那心情就不好。出门很神气，出门很神气，回到家很生气，所以呢也没有鱼可以吃，那也没有什么汤可以喝，所以呢四目相望，吃饭配田螺这样。那又有一天呢要去田边工作了，休息的时候阿公想说带了这个点心甜苹果想要大快朵颐一下，结果呢要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带错了，带到酸芒果啊，那心情又不好了，阿婆看到又觉得很好笑。这个时候就像现在一样，偏偏突然来了一小阵子，那怎么办呢？没有带到雨伞，没有带到雨衣，没关系，这个跟天地之间共存共生，所以呢抬头一看天空的云朵彩虹很美丽这样。好，跟大家分享这首歌阿公阿婆。
谢谢。好，那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这个。一首叫做喊，喊就是走，人行道的那个行，前进的意思。这首歌呢，歌词非常简单，其实就在讲说，给自己一个鼓励跟提醒，就是，有时候生活总是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顺心如意嘛。那有时候遇到挫折，或者是，感到不顺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就停下脚步，不继续前进的话，前方的风景啊，远方的景色就看不到了。所以呢，这首歌就是在讲说，今夜这个当下此刻我就要出发了，前进了，在这个月色的陪伴下，有月光的照耀，那走吧，走去远方吧，走到最远的地方的时候，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甚至呢，走回这个自己的最初的初衷理想，或者是走回故乡看看。好，那中间也穿插一段传统客家山歌哈。叫做行敏总挑，大家听看看。
好，谢谢大家哈，送给大家，不管在生命的任何阶段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一条出路这样子。好，那我接下去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哈，这首歌是一首轻快的童谣，这个叫做三铺楼。三铺楼呢哈，是在我们那个高雄美浓南部的客家地区哈，会讲这个蟾蜍哈，叫三铺楼。那这首歌前半段哈是一个打油诗，我念一段给大家，就跟大家分享这首三铺楼。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好的，非常的谢谢，非常的什么感